食在四川，味在淄博。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香煎小鲫鱼，在家也能轻松做。外酥里嫩不粘锅，香辣又美味。好吃到舔盘子。取半块洋葱，先切丝，再切成颗颗。芹菜切颗颗备用。鲫鱼像这样改花刀，修一下尾巴，加盐、啤酒、姜葱、麻芸，腌制20分钟。先制锅。再加菜籽油，撒点盐，防止粘锅。下鲫鱼，小火慢煎。先把一面煎熟至金黄色，再分成煎另一面，确保两面都煎熟。煎到外酥里嫩后捞起，再烧菜籽油，少量泡椒、小米辣、姜蒜末炒香，洋葱、大块海椒面、生抽、蚝油、鸡精、味精、花椒面。十三香，青菜可口，香油，拌匀就可以起锅了。把料汁舀到鲫鱼上，撒上葱花儿，这道外酥里嫩、麻辣十足的香煎鲫鱼就给大家做好了。香酥入味，唇齿留香，好吃到舔盘子。闻着就想叉子，记得告诉我，我来给你做。